向研究育部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，草屯镇的南开科技大学跨领域合作，为去年开始就以保利大北岭地区的特色产业来作为辅导的目标，要帮助农民朋友来开发特色的附加价值。最近校方是来规划一个观光经销研习营，为产品的包装设计、网络营销等等各方面来培育人才，希望会当真正将这在地特色甲营销出去。真侪农民会使种出着好食的水果，所往来拄着销售问题，因此南开科技大厦甲资源来带入着大北岭地区，协助推动着是结果的产业。并且透过着各种跟新营培育着相关的人才。我们从去年就开始针对老农教育的培力跟培根教育，我们把新的技术带进去，然后也希望在地的这些农民呢，可以把他们知识传递出来，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共学讲堂。参观下关相当踊跃，透过着包装设计、现场版各个体验，加无同款的课程，做着个亲自合适。像是我们家是爱情果农坊，产品上的话，像我们家是酵素百香果，对，那当然是口感是，更提升这样子，友善栽培。包装上面的话，就是老师讲的非常的详细，那会激发出更多的点子，然后让我们在包装的部分更加的，就是说去着重和应用。虽然是农校老师，但是我发现这个部分呢，除了在栽植。在无毒的部分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销的部分。那我在想，这个在我们学校里面是比较欠缺的，所以我就带着学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研习。好，都要找出着当地资源进行整合，并且搭配智慧科技来到行销以外，也开发着真侪相关的是结构产品，提高着产业的附加价值。例如说，百香果的面膜、冰淇淋、面包，还有那个软糖这一类的。那比较重要的是从中间提炼出所谓的花青素，好，那这个花青素应用范围就更广。好好支持，希望讲透过着强化方式，将教学延伸到社区，并且提升着是结果休闲农业，一个观光旅游发展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